今天我们来做可爱的小马宝莉捏捏乐，按压慢回弹，超级好玩。做法简单，只需要一张纸巾，再从枕头里偷偷掏一点棉花，不要被妈妈发现打屁股。把棉花像包包子一样四面往里折，整理成圆形，用胶带粘住，一个圆圆脑袋就搞定了。搞五个圆圆脑袋，拿来颜料盘，给它们涂上颜色。涂好的小马宝莉再来一层保鲜膜，给它在外面包裹一层，包裹好用胶带粘住，超级好玩的小马宝莉捏捏就做好了。